怎样？还有大概十个月左右，又要开始问我，请问卤蛋会玩《魔物猎人》的资料片吗？哎呀！照三餐问了我看。哇！我被撞出去。三餐加宵夜加下午茶加点心。在家半夜睡起床尿个尿，顺便吃一口饭。哎呀！请问观众想要给我钱吗？请问今天观众会给我钱吗？请问今天观众有想给我钱吗？请问观众会不会想给我钱？full bang 感谢，差不多这种感觉，然后每三分钟一次，哦，累的。哎呀！看你都已经给了，就不叫薛丁格了。到底知道薛丁格是什么意思啊，兄弟？哦 ，Candy Corn， 哦哦 ，Nintendo。对手会携带香蕉枪登场，虽然只有一发，但子弹超强。哎呦，谁给我钱？谢谢给我钱，是不是？你看，问我会不会玩，我说不会；我问会不会给我钱，就给我钱了。那是不是我就一定要会玩的呢？合理的交易。好，十个月后再说。耶、yeah, ，开角色了！哎、欸，果不其然，是我们滴滴康。给我给三哥，你还会找人八人大乱斗吗？之前看八人打真的很赞。你是怎么不先等我把全部角色解出来之后，我们再研究一下呢？这游戏先纯粹把角色解完就够你耗的，然后还有一堆单机剧情，也不是单机剧情、啊，单机玩法。我要把它打出来，这回档能力真的好烂。单机玩法一狗票，线上对战还有另外一回事，而且还有天敌也六级。这游戏在打 rank， 你们知道吗？嘟嘟嘟嘟嘟嘟嘟！哎呀！
我要先解下面。西施会是完全单挑角，他没有办法打这个。他打这个会耗比人家多时间。那你如果要用西施会的话，不如不用别的。单挑一定很好用啊，纯粹单挑的话。有有，薛丁格的给钱就是我现在给你钱，但等一下会要求退钱，所以会处在给你钱跟没给你钱的状态中。完全不对好吗，大哥啊！你给我钱就是给我钱了，你退了钱就是你退了钱了，并不处在任何状态之中，好吗？不是啊，他这个是要飞到民国几？La Place。南洋小岛，鱼腩。操作相反，落水溺水。溺水了，Q 零九五二二一三一一八一八一八六五，感谢。捏个订阅就挂了，有一次那种 ID 很长的，你要盯着看它的数字有几个，你就会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Ready, go！我不清楚、啊、哇，克里姆对奇斯哦，真的。难以伤害身处宫中的对手。对，捏他脚这也太好笑了。
差一点就完了。密射击形态，我觉得密格斗形态比小麦克还强。薛丁格的动脉。好了好了，好吧，算你 OK 了啦。Ready Go Go 四五六，感谢。干他刚刚那个防御也太帅了！哇，这样都还不死啊，好强啊！哇，刚刚这个好帅 ！Burning Gen 不会念。露露二零五六六五文件，Faster K， 哦，三星的，超级装甲巨大化 ，HP 归零才算是。嗯，打起来都超累的。真的好差、啊！Ready Go！ 三零点三失败。
用蓄力政权。一弹术阿罗拉的样子，应该是用那个吧，用光柱来模拟它是野弹术的样子。巨型帕鲁帕绿蒂娜，群底天生破，哎呦，山泰，在模拟螃蟹哦。Victory！ 碎片，点个技能。八七八七。滴滴滴！滴滴滴！干，可是我觉得我不能再玩 Little Mac。以前就一直在玩 Little Mac， 可是我觉得这一代 Little Mac 比以前灵活多了，除了他回场能力还是一样烂以外。换一只好了。Simo，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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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Inkling， 我靠，这个真的很正 ，Inkling。哇 ，Inkling 要怎么玩？
我没有那个，我没有墨汁哎，有墨汁我怎么办？请问我被朋友说是色为餐歌，该怎么办？什么叫做色为餐歌啊？是不是就跟你讲千年老梗，一下就会烂了？就是因为我把用字遣词都弄得莫名其妙。色为这个词儿，一时之间就变成毫无意义的烂梗。谢谢大家。母汤是小火车，卡普屋。夕阳刷到布，现在来一只鱼的，我真香。烂屌营养。原来是这样子玩。LAN 百分号C说好的豆内来了。谢谢豆内。Lose， 妈，光一开始被那什么卡屋瀑布电就烦死了。Ready go！ Hollow Fish， 感谢。出大事啊！
直接不理我。哎呦，最后扩散有录到。奔奔奔 ，Shanté， 我这 England 用起来有点不顺手。想 K 竟然是用那个林贝克 Linebeak， 所有人一落水就会立刻溺水。哎呦，我靠！丛林探险，蜜穴探险。Metal Gear X。Metal Gear X 去探险，感觉才蛮好笑的。我干，要十个小时哎！入库。冰冰的，哦，这个滑的呢。不是这个滑的，因为还会冰人呢。这个要用那个道具来挡。
嗨耶！感谢。哇，好像很久没有出现的样子。皮卡丘有个白目，我天空 Bowser。山菜，哇！夏装林装詹姆斯，哇，三格魔法攻击强化的角色，深秋。为什么差这么多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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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捏他真好笑，飞刺球球。Tricky， 花枝对空踢耶，路卡尔对空技，
欸，换区哦。没道理啊，怎么熊火龙会跑到营地区啊？啊，不就都不用睡啦。哎，原来下面还有路，我发现。原来这一只是猎咬路杀、啊。临时药，没错，我就是临时药，剧毒地板。哎，刚好是紫色的，很危险。飞爽没？飞爽没？呵呵呵，木须，哈哈哈哈哈！好令人怀念的角色，大地之章的那一只吧。S H H P T C H S M R 感谢。他自己用屁股去插那个针，就飞出去了。我重现原作里面那只熊的攻击方式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，换斗士了，我用不太习惯。Inkly 很可爱啦，电器。六，
炸裂！电豆饼，感觉。炸裂！开始了，把这个当快乐旋风丸就可以了。肯泰罗。将科亚旋风打就好了。在任天堂的主机里面，用快打旋风的角色打卡普空的游戏里面的怪，完全你重现。噔噔噔噔 ，Rambi， 七感谢，盖盖我被他大屁股顶开。按错为什么他们大拳条挤这么快、啊？谁扑卡？你知道龙的设定有多有趣吗？你要用指令去按的话，攻击力比较大。就你单按 B 的攻击力不会比你靠指令的攻击力大。哎呦，萨尔达旷野之息！他怎么给谁扑卡？
哭啊！来了，我要用龙来挑战我们熊火龙了。干！不要吼出去了，挤。谢谢参哥在 BYO 斯给的建议，十冠绿茶豆给你。哪位啊？欸、靠腰是多段伤害哦，大哥啊！哎呦，晕倒！埋个地雷，哎，闪光弹呢？快闪光，闪光弹！哎，雷波尔！中毒啦，兄弟！任务成功，还有500年回到村庄。熊火龙，啊！我死啦！好笑。又解锁了一区。哦，好像可以进去哦，前往吉拉的道路打开了。薛丁格的洞内，到底是三小。好啦，谢啦谢啦。旷野之息萨尔达，体力至，对手会出现增援，不能待，大量对手出现，将他们全数击飞。哎、欸，还有四音节，靠北，四音节分别对应的角色也太好笑了。Box Chain 感谢。
我想要跳过去的时候。Bruce， 这游戏妮塔真的好好笑。啊！最强的英杰本人。完了，《塞尔达传说：旷野之息》完。卡通林克，干这版超屌，光林克就三种。这样也要比？我才是正牌的。哦，你想怎样？看我的波动拳。他那个是往前冲刺型的招式哦，我也是原地亏的。而且他们的那个都挤好快啊，我挤半天就是不会有大局。他那个嘟伦嘟伦好像是那个 Discord 的敲人声音了。
哎、欸，我又回来啦！啊，我又下去啦！Medical 是1984，耶、yeah.